好意思啊。哪里还在说？村长这边。完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回去取肯定来不及了。不行，我得找个人跟进去。就他了。不好意思啊，那个，哎，药剂含都掉了。哎，等一下，领结有些歪，不好意思。要看这里，对，在那边，要请来看一下，谢谢。好的，请进。我跟他一起的。你好，美女，身材不错呀，一起喝一杯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在等人。等人？人在哪儿呢？要是不在的话，我也可以陪你喝一杯嘛。他在那儿。不好意思啊。哦。刚才把您认成我朋友了，不好意思啊。什么样的朋友，第一次见面就要投怀送抱呢？重新认识一下，我叫尹思辰。我是顾西西。你好，顾西西小姐。说吧，有什么需要我做的？我需要一个得到 Alex 赏识的人，做我的女伴。仅此而已。你刚才在 Alex 面前赢得了这个机会。所以说 Alex 是动漫迷这个事情你也是故意透露给我的。只要你配合我，我保证不会说出去。真无耻。考虑清楚了吗？顾西西小姐，准备答应我了吗？非常感谢你们的负责，但你们的行为让我很生气。我们走吧。等等，管住我。你要干嘛？你还缺一样东西。低头。原来顾小姐是尹先生的女伴，难怪顾小姐不方便当着大家说。我今天晚上没有看见你，以为你没有来呢。怎么会呢？
我穆埃玛还是很希望和 Alex 先生合作，您的邀请我当然得到。顾小姐，你怎么会有这个项链？这是我送给他的，年前去西班牙偶然间一个拍卖会上碰到的，当时见到这条项链的时候就觉得特别适合西西，于是就立刻拍下来送给他。没想到这个项链会到顾小姐这里。这个项链有什么故事吗？我的妻子是一个珠宝设计师，这个项链是为了我们结婚纪念日而设计的。他去世之后，我就按照他的遗愿将他的作品拍卖。我没想到这个项链会机缘巧合地到顾小姐这里。那这么说的话真的是很有缘分啊。我有一个不情之请，还希望二位能够成全。我希望顾小姐带着这个项链能穿上我新设计的新品跟我一起上台，也算是对我亡妻的一种致敬。我 Alex 先生，我们当然十分愿意把项链借给你。谢谢你。你应该感谢他没有出现意外。那我说回刚才那句谢谢。幼稚。你才幼稚。二位没事吧？没事。不过看样子我们要提前离开了。希望今夜对于二位来说也是一个美妙的夜晚。告辞。再见。项链。再见，再也不见。就完了？完了。那可是隐私城，隐私城，隐私城啊！就没再发生点什么别的？没有。我从今天开始起，我不想再听到这个人的名字了。